哎，快快快，就这儿！听，就是算算可准了。哥带你保个平安，求个顺利呗。真的？那哥啥性子呀？那进去啊。要想进来，啊，找门上的提示座。啊。若想开门，请在此处拿头撞三下。 哎妈！一，哎，你生气了？嘿，大笑大笑。 大仙儿，哎，那个我听说你们这儿算命算的特别好，我就把我妹给带来，你瞧一个呗。那个，我不渴，妹妹你喝呗。我不渴。喝一个呗。你喝。我不渴。你喝。好，我喝。 挺好喝，嘿，哎妈，哎呦，那个啥没有，这厕所有没有？哎呀，卫生纸有啊？哎，我去一下，哎呀！ 开始。
想抓你不容易啊，一手用了所有的方法，我现在好了，抓住你就行了。老陆，李爷，签了吧。知道我不会写字儿，印尼。呀，来，拿好。妹妹，好好找个工作。看你手里面拿的是什么？就在刚刚你用手按印尼的时候，你没有发现里面下了氰化药水吧？李先生，你也有签名字？知道我不会写字，印尼。只以为你为我下了一个蛊，其实这都是我设的一个局。这次要成了，我给你签了。这是一百万。我不要一千万，事成了，我要他一半的财产和股份。太贪了点吧？答不答应随便你，不过到时候你还是一无所有。可以。那就立据为证吧。这是合同，签了。这个是听从药剂，只要你让他喝下，他就会不由自主的听从你的指令。等我消息。这个不简单。管他呢，有钱赚不就行了吗？对了，
这单你接吗？不接。为什么？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不舒服。好吧，你不接可以，但是不能够捣乱。方便，这猪啊，就不会想想办法？从我姐走了以后，这公司怎么就越来越差？是啊，我们都怕你姐姐。要是我姐在就好了。算了，他就别回来。有这种事？下午你先去看一下，帮我给那边员工开会。我再来看，我们走了。我再开会。我去，什么？好的。我去。哎，总裁。还有什么？这个资料你也看一下。这些资料你看得到吗？不对。真是个傻子。把我给弄回来，就是为了让我帮那傻小子。对啊，这事儿吧，都怪你姐。你姐非要整那小子，我呢又答应你姐不能搞破坏，所以只能找你回来帮忙了。找我？我凭什么帮他呀？不是，那，你就当……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姐夫呢？欠他姐一个人情，姐夫这人你也了解，那是有恩必报嘛，对不对啊？屁！你怎么说话？你养了你？哎，你这个死光头，你是不是背着我姐？怎么跟你姐夫说话？你姐夫是那种人吗？哼！哎，算了，你那些破事儿我也不想管了。行吧，就当卖你个面子。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帮帮他呗。哎，把你的发型给弄好了。那明天呢，你就直接上他公司吧。我给你安排好了。行吧，你自己再看会儿吧，我先走了，困死。不是。
你不是约的那小子见面吗？刚不是见过了吗？一阵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有病啊！又不是。我是笨猪，我是人妖。我是同性恋，我是同性恋。你们都在干嘛？不可能，都是姐姐给我们录这个惩罚视频，做我们活动的宣传呢。惩罚一，受惩罚的人原地打转，直到转约为止。惩罚二，两人互殴，直到一方倒下为止。惩罚三，头顶花瓶站立，直到站晕为止。惩罚四，把身上的气球全部扎破为止。惩罚五，边打自己边骂自己50句。哈哈哈哈。林大明，啊！刚要录好的视频都被你给弄坏了，又得重新弄。你们都讨厌你啊。行，你不能走。你知道我干嘛？你不能走。你要接受惩罚。我接受什么惩罚？你都23了没有女朋友，你得接受惩罚。你姐说的。行，你说什么惩罚？喝你姐自制的饮料，我已经给你勾兑好了，就在那儿。行，你刷手。你给我套过去，我不拿。哎，你放哪？是的牌。来，总裁。让我喝，你放。你喝完我再放手。大家要帮你。大蓝气啊。你谁呀？你是谁啊？我是他女朋友。啊，你是我们家小青子的女朋友。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五间。门前大海，千年河水万年流。五间是画呀？对啊。
你要是早点来的话，我就不用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刚喝什么了？波姐惩罚人自制的饮料。我也不知道。对呀，你昨天为什么放我鸽子？哎呀，是这样的，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我就是想轻轻的给你准备一个礼物，然后我就把约会的事儿给忘了，不会怪我吧？好吧，原谅你了。那我的礼物呢？大少爷的女朋友吗？不会吧，以前都没见过呢。那大少爷怎么会拉她进办公室呢？我也不知道。大少爷出来了，大少爷，哎，大少爷，我跟你说个事儿。滚！你的药不管用。不可能。我帮你看一下。是他身边的人，
而且这个人最近事业活跃很棒。这小子的运气不会这么好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的药肯定没有用，我可以帮你算一下。是他身边的这个人，这个人火气很旺，而且是羊年羊月羊日出生的人。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你要找一个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人方能化解。我给你加钱，加很多钱，帮我找到他。是他。这个是加强版听话药剂。哎，只有特殊指令才能够指控这个人，而且只有我有指令。上次答应我的事儿，你忘了？什么事？装傻是不是？你装傻是不是？你说那事儿，不是，我怎么可能会搞不坏？真不是你？真不是我。好吧，你说。我妹妹一个人在国外，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打电话。可不是嘛，这死妮也好久没跟我联系了。哎，不行，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别一个人在国外出事儿了。我给她打个电话。哎，别。不是，你看啊，她都这么大人了，有事儿肯定会跟我们联系。你们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吧？我们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你可是我们的女王大人，我们可是你最忠诚的使者。行呀，长生男，学会油嘴滑舌了是不是？看着吧，你这嘴甜的啊！你好好在家给我待着，听到没？我出去玩玩。行。玩得开心。喂，思念，你走不了了，你只有假了。谁呀？这大早上的，让不让人睡？干啥玩意儿？这大早上让人睡觉了？敲门敲，敲多少声？门敲坏怎么办？敲你牌子行吗？哎，你找谁呀？我找赖万庆啊。你上去。王立杰，快关门！谁怕你？你来干什么？我没地方住了，不然住了。那你找地方住去。我不行。欢迎光临。
要站住。好的，这位请。箱子。好。干嘛呢？干嘛呢？什么人呢？咋这么野蛮呢？这边找个创意，没让门给我夹死。也不知道给我做顿饭吃，饿死老娘！不行，我得自己去找点吃这都能吓到你，这面积便宜我了。身子，你又给我加了什么东西啊？蟑螂。这丫头不会是爱上我？
去 4S 店。去 4S 店。大少爷来了。我要宣布一件事，从今天起，这里就交给钱副总管理，希望你们配合。交给我，那你要交给我管理，那我就说两句吧。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总裁，我姓钱。闪亮登场，不同凡响。哟哟，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来，报名。我叫梅影子。我叫林洪水。哟哟，我叫萝卜头。我叫万小佳。我挺纳闷的，你是上哪找的这群活宝？关你什么事？那么多废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哪那么多废话？没有，我就是觉得你把这么大一场子交给前台你管了。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难道钱副总没有本事管理吗？嗯，有本事。好了好了，我了解到你们之间有一些矛盾。梅影子，你为什么不爱搭理刘洪水？我们之间有代沟啊，他是90后，我是80后，差了一个年代呢。你是90后？哟，我90后，哟哟。我89年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把公司交给我了。那萝卜头呢？你也跟他相差一个年代吗？我也是90后。你也是90后，那么你们就更应该好好相处了。听说你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是吗？对，新总裁。来说出来给大家听一下。今天进总部，明天当总裁。你这都赶上神思三了，做人要脚踏实地，你知道吗？你们这是典型的浮躁男。好了好了好了，来大少爷，我们一块参观一下公司吧。走。哎，大少爷走这边。钱副总，哎，我们四个有事先忙。好，好，好，你们先走。来，大少爷，来来。大少爷，进来。等会儿，大少爷，大少爷，钱副总，你们这趟电梯啊，这个人太多了，我跟七阳等下一趟，你们先上去啊。好，再见。猖狂了，必须要处理他。对，该收拾他了。我错。你今天所作所为，让我很不喜欢。可是我很喜欢。为什么给你这么多上来？你看那么高，你看看，哦，我好害怕，这么高。要不然酒吧在这儿，好高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你干嘛呀？我们合作吧。合作？合什么作呀？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你还是蓝雨吗？只要你帮我拿到纳兰青阳的人，其他的一切你都可以得到。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纳兰家的财产那么大，你就没有一点坏心思？没有，我现在什么也不缺，也有钱，大少爷又对我这么好，我不要。你
不会也是看上纳兰青阳的人吧？没有，别乱说。坎斯尼那个人你也见识过了，他的手段可不是一般的。如果想搞定他，也只能是我们合作了。我不想对付大少爷，大少爷对我这么好。我不是叫你去对付你的大少爷，我是想让你看住、牵制住坎斯尼，这样我就有办法对付他。将来，除了纳兰青阳，其他都是你的。可是，我能行吗？我对付不过那个丫头。可是行了行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让开。姐姐，姐姐太高了，姐姐你等等我。姐姐，姐姐，姐姐。蓝雨，你认识我？不重要。那你见过我？也不重要。我想委托你帮我整一个人。你想怎么整？我要他忘掉一些事情。这件事。6个小时。12个小时。不，我至少要7天。3天以上的我要重新调制，至少需要7天时间。调好了通知你。好，定金我会打到你账号上。你下午去给我买点材料呗，我要做药水用。买买买！哎，你别光顾着玩啊，你倒是动起来呀、啊！哎，不行，下午我跟思宁谈点事儿。哎，不是，老婆，哎，不是不是，就你给我刚是那什么，你老婆，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不是，我真的是我妹妹，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不是我。哎，喂！哎，接电话呀！喂，思念，你回来事让我给说嘴了，你姐知道了，她现在生气了，出去了。一会儿你姐打电话，你千万别接啊！我现在出去找她，你千万别接啊！好几年没见面了吧？是啊，好多年了。我
记得那会儿你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去加拿大了。是啊，那会儿我父母都去加拿大发展了，所以我也就跟着去了。那你这次回来是？啊，是因为我弟弟的事儿。你弟弟？是啊，我弟弟他也老大不小了，父母呢也催着他找媳妇儿。这小子，别提了，来气。怎么了？看你今天有心事。我还不是因为我妹妹。在加拿大，对，在加拿大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受伤了，然后是他救的我。那个，我这边办事有帮助吗？杨，我不好啊，这是我老婆。你好。你好。您怎么回国了？因为我弟弟啦。弟弟。嗯，是啊。哎，刚才你不是说你有个妹妹吗？她现在有男朋友吗？没有啊。那她多大呢？23。那正好，我弟弟25。这臭小子吧，一天到晚跟我整一些女孩子来糊弄我们。那要不我们叫我妹妹，她太高傲了。没事。我就是要找一个女的能管得住她。哎，那哎，你有你妹的照片吗？有啊，我给你看看。好嘞。哎，就是。起开。这你妹啊。你别晃了，晃得我头都晕了。刚听你打电话说你姐知道你回来了，你姐夫不是说让你等她消息吗？哎呀，我跟你讲，进。总裁，这些文档给你看一下。你们俩不会真的谈恋爱了吧？你想多了，她是我表妹。喂，什么？好，我知道了，快跟我走。怎么了？哎，你们去哪儿啊，总裁？说什么表妹？走吧，快点儿。
们这是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钱财迷，我发现坎斯尼有问题，帮我找两个人盯着他。对，半个小时之后天台见。吓死我了，妈呀，哎妈呀，妈呀，我吓我妈了，怎么又上来了呢？我不是叫你盯着砍死你吗？我乃是那个女人的对手，还有你就是一个废物，连个小丫头片子都看不住。对对对，我就是个废物，简单下去吧，太高了。记住你的任务，给我盯死他。好，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帮我找一下你们罗经理，就说外面有个常先生找他。好的，请您稍等一下。谢谢。常先生来了，看车，上车，给你介绍一下。罗经理，相信已经有人跟你说过了吧？已经交代好了。那就好，一会儿会有一个人过来取集团的流水账目明细，到时候不管那个人是谁，把这个东西给他安上。OK， 没问题。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假文件给他换上。昨天坎斯尼带你去哪了？走得那么急，是有什么事吗？你倒是说啊，你们两个干嘛去了？宝贝，你找什么呀？哎呀，你不要这样，要不大少爷你就……闭嘴。青阳，账本放哪？ 4S 店。 4S 店？陈彩明，你去一下 4S 店，把那个流水账拿过来。可是你不能伤害大少爷啊。乖。好的，那就好。我媳妇来了。是男，快！经理，里边情况怎么样 ？OK 了。思宁呢？找青阳去了。那这么说，我们计划很顺利啊。哎，老公，你看这的车就不便宜，要不咱也买一辆吧？先看看，我们主要是等目标出现，明白吗？两位。请问要买什么车吗？哎，经理，我们俩商量一下。哦，
要不咱们问问别的价位的车，拖拖时间。查件儿那小笔看过没？经理，布加迪有吗？秦阳，你倒是签啊！签了以后，公司和你都是我的，我还会把公司交给你，这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啊？倒是那个坎斯尼，他有什么好的？你可别被他诱惑了，啊！哎，怎么又来了？公子，你们去哪？哎，秦阳，还是这么嚣张，你的好日子不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经理，要不给我们来辆比亚迪吧？这个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哎，不，我不是说这个。前三名。那什么，没有，算了，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哎，什么事交给我呀？就我哥哥那事儿，我给你过去。明白，您放心。交给你啊，走。两位慢走。走啊！我只是没想到居然会是他。平时看起来这么忠心、这么娘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种手段，真是人不可貌相。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反正那些文件都是假的，我们借此机会顺藤摸瓜，看看他下一步怎么做，正好也可以进行我们的下一步计划。行，走走。欺负我，姐，姐，那你老兄欺负我，我花落人了。你欺负我弟，姐姐，活了他，就他俩。是你吗？对。带走。哎，你们干嘛？哎，你们干嘛？什么情况？他被人带走了。好的，我知道了，你们先回来吧。是。干嘛呀？没事，没事，站我后边。你是不是贪恋我的美色？臭不要脸的！哟，亲人啊，老婆婆，有件事要跟你说。说。说什么来？
喂，任务失败。你等等我。慢点。等一下，电话，我姐呢？喂，姐。哎呀，不是钱财迷，是蓝雨。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回去了啊，回来说。走。给你。现在我们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齐了，你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交接仪式和发布会，还有集团所属人的名字就写你的。我说了我什么都不要。我说过我只要纳兰青阳的人，其他的都是你的。我不要。滚。好了吗？ OK 好了， OK 好了。好的，下面我来说两句。这一次的交接仪式举办得非常仓促，主要原因是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纳兰青阳身患重疾，在短时间内呢，无法对公司的一些未来发展做出正确的决议，这样一来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是很不利的。况且他姐姐纳兰青秀也同意了将公司交给我来处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今晚我将和纳兰青阳先生在广场举办一个非常重大的婚礼。那么下面我宣布交接仪式。嗯，不好意思各位，我也简单的说两句。那么首先呢，我对纳兰青阳先生还有蓝雨女士的婚礼献上最衷心的祝福。然后对于纳兰青阳个人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从今天开始，纳兰青阳名下所有财产以及他个人所有股份都由我钱财迷所有。哎，你说什么钱财迷？这是在直播呢，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你？啊，演得我好累，我演得还像不像？哼，真是啊，我装得太辛苦了，特别特别辛苦。啊，最讨厌娘娘腔了。纳兰青阳，签字，宣布。什么？青阳，你别听他的。啊。青阳，我宣布，从今天起，环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股份及我个人财产，全部交由钱财。凭什么？上！你们干嘛？你们干嘛？别动他！快点！上！抓人了！怎么样？这个仪式还顺利吗？我以为我是这个游戏最大的赢家。纳兰青阳，你可以啊，你真牛。他是你叫来的吧？我第一次从你那儿拿药就被他给我破坏，我又一次从你那儿拿加强版的药剂又被你给破坏。可以啊，你是从哪儿冒出来那么一神仙？嗯，我为了不让你破坏我的计划，我找人跟踪你。我就特别纳闷的是，你的药是什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要想知道的话，
问他们。千财迷，有一天我突然把纳兰千拉出了办公室。哦，蓝雨，你当时也在场吧？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去了咖啡厅。清醒了吗？清醒了。清醒了你不说一声，看来真的是被人下药了。没事，清醒着就好。你知道是谁给你下的药吗？不知道。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引蛇出洞。哎呀，看把你牛的。我说的是真的。你的药是我姐给的，她的解药也是我姐给的。等会儿，她是你姐啊？合着你俩骗我钱的吗？钱财迷，骗这个字用的不太恰当吧？其实你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我确实是想做这段生意的，但是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我发现你要让我整的这个人正好是盛南和我妹要帮的这个人，你说我能不帮自家人吗？你给我的那100万我分文未动，盛南还给他。而你如今的这个局面正好是我们家盛南一手精心策划的。说清楚吧。这个怎么说呢，有一次有一个穿着黑袍的神秘人上我们工作室发任务，当时拿着就是青阳的照片，我一看这照片，哎呀，坏了，这个是我救命恩人的弟弟啊。可是呢，我又答应过我媳妇儿帮忙考过后，所以只能等思妮回来帮忙。没想到的是，这个黑袍神秘人居然这么执着，又一次来到我们工作室，所以将计就计，设法计。秦兄，你去那家 4S 店，找到那里的高管，让他们配合我们玩一场游戏，顺便准备一份假的文件。相信以你的手段，应该没有问题。至于秦妮，他们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肯定会派人盯着秦阳，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找到你的关系，帮他们甩掉后面的尾巴。秦阳，你回去以后还是保持之前的状态，对他们言听计从，尽量别让他们发现破绽。对了，最好是把他们引到你们公司收购的那家 4S 店。那你干嘛？我当然是去 4S 店守株待兔了。你完成任务以后直接来 4S 店找我，到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幕后黑手究竟是谁。然后我们就设计把他引到 4S 店，让秦阳说
把公司流水明细全部放到 4S 店，就为了等这个人上钩。还是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钱财迷。不过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已经设好了局，你是怎么拿到那本真的流水明细的？就你们那点小伎俩，我早就看穿了。你们让萝卜头来给我下符。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全部都好。我拿到流水账，我就交给了他。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里边最傻最蠢的就是你。来吧，怎么玩？你走不了了，让他走。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件事以后，你能够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你是跟我走，还是留在这儿？你这是放虎归山，你知道吗？气死了。这次真的要感谢大家，要不是有你们的帮忙，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没错，谢谢大家。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我今晚就回加拿大。这么快啊？是啊，这边的事情暂时是解决了，不过你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呢。来，思妮，吃菜。谢谢姐姐。不过我得提醒你们的是，以钱财迷的个性，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个我们会注意的。哎呀，别管那些有的没的了，等来了再说呗，赶紧吃好喝好。
是吧？对对对，来，大家喝喝，再来一个。为静秀践行。好的，谢谢。没事，我们吃。姐，快吃吧。乌漆嘛黑的，有什么好看的呀？军人是个不平职业。你们家有客房吗？有啊。今晚住你家。啊？今晚住你家。哦，好。干嘛住你家？我刚刚一直在想钱三美的事。之前从他的眼神当中发现了杀气。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而且刚刚纳兰七秀也说了，以他的个性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们要防范于未然。今晚就开始准备。是。哎，我姐呢？哦，你姐先走了，她怕你舍不得她，就说不给你打招呼了。
哎，盛达，我们要不要回去把那个拿上？哪个？那个呀。也行。等等，还有那么多好吃的菜没有吃完呢，我们吃完了再走吧。你慢慢吃。我陪你吃。你自己慢慢吃吧。不是你说的吗？凭什么？我要夺走你所有的一切，我要夺走你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事后药剂，喝了它。走。盛南，我们一定要拿这个吗？嗯，拿上，以防万一。你说会是哪一种功效啊？随机的。你的，哎，你说会不会是我姐和我姐夫来了？嗯，是的。外面睡觉呢，像谁？我讨厌呢，大半夜敲门敲，敲这么大声，这门敲的敲坏咱们。哎呀，疼死我了！什么情况？我说前面刚才有什么东西？门怎么开着？正好出事了。
帮我出去点点灰，把这点灰给我砸了。我妹妹呢？从后门跑出去吗？那边。到底现在怎么样？你让开，这是我跟他的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会保护你的。保护？你是他什么人？整天跟着他。我是他女朋友呀。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是吗？试过才知道。你走开，快点。那你去。这么傻，你为什么要帮我挡路？都怪我没本事，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保护我。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蓝雨，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要不是他的出现，就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你离开他。我答应过他，我是不会离开他的。纳兰青阳，你身边的女人很多，你很幸福，不过你的幸福到今天就为止了。秦三明，我反悔了，你不许动他。滚蛋，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一根汗毛的。看似你能做的，我也一样能做。
蓝青阳，永远在高高在上的你，今天也跪到了我的面前。你长得比我帅，比我有钱，那么多女人喜欢你，我今天就要夺走你所有的一切。送你个礼物，永久脑残粉。永久失忆粉。永久僵尸粉。哎呀妈呀，大哥，不好意思啊，吹你脸了是吧？别生气啊，我真不是故意的。哎，那什么，我家里炉子上还坐着水呢，是再回少爷又该说我了。那什么，你先忙着，我看你敲这顶鞋，我先走了。哎，媳妇儿，这是我新研制的秘密武器。我看看，少爷，水果准备好了。好，去吧。哎呀，姐夫，你给我玩一下。你又打我。你小心点，别弄坏了。这有什么用啊？这个碰到会不会昏迷什么之类的吧？你放心吧，这个我还没下料呢。这么厉害，要不咱们给咱们的团起个名字吧。那起个什么名字呢？你 A 啥说呀。我想到了，这叫整蛊之家。你闭嘴，拿着玩。太 low 了。要不就叫整蛊雇佣团。你这更 low。low 吗？不 low。你能耐，你来起。给他们起一个。我起是吧？就叫中国雇佣团。钱！在哪儿啊？我冲过去，你过你的。